牌好听歌，可以啊。阴阳天主，天主地就讲华语就好。OK， 因为你的福建有点噪音，噪音。阴阳天主，阴阳天主，来听看看这首。等一下，阴阳天主。十多千朋友哈，赶快帮我们分享，因为现在我们都没有来讲出自己的心声啦，对不对？也刚好借这平台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到底那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 ？OK， come on， 就送上这首福建歌曲，也是我们都经常有唱啦，因为本来我们是一个人一个人唱的吧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又合唱。OK， 你还记得这首歌哈？还记得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也记啦，我够也记。Okay. 好吧。来，线上朋友有在线上的，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帮我按 like 十次，然后 say hello to me， 可以吗？就我其实都有在看啊、哦，好好听，越唱。Janet Tan 是冲剪冲心令 ，Jane Lim 全部都有在线上。OK， 算什么？没有，还在。Johnny Lim Alice， OK， 是，然后啊。记得啊，要买那个东西83790088，给你省力无什么好啊，听讲。哎、okay, ，来送上这首《姻缘天注定》，献给我们线上朋友。Thank you.